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欢迎大家出席今天晚上的这一个线上的神学课程。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我名叫连耀，来自文良港福音堂，谨代表以圣欢迎大家参与2023年第一次的这一个的线上培训。今天晚上我们将会有林志峰博士为我们带来这一个宣教使命的分享，这个的题目是中国的崛起与宣教契机。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今天晚上的讲座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要把今天晚上的整个的聚会恭敬的交托。主啊，我们求你来赐福，求你来带领今天晚上的这一个的聚会，使用这一个的聚会，让这个的聚会成为众教会、众弟兄姐妹的祝福，让大家能够借着你自己的仆人林志峰博士所分享的，得到帮助、得到激励、得到提醒。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做感动指教的工作，让我们透过整个的信息，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到去燃起那一股宣教的火，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为主你来到兴起发光。我们把整个的流程，把整个的聚会，包括网络，包括各样的需要，我们都求主你来供应。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我们会唱一首的诗歌，在2019年，我自己在马圣是和一般的神学生一年班，有机会呈现一部这一个有关马礼逊的舞台剧，在其中呢就接触到这首诗歌，叫做《一粒麦子》。约翰福音12章24节这样说道：“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主耶稣已经成为那粒麦子，主耶稣已经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正如马礼逊当初效法了主耶稣，他成为了一粒麦子，他让自己被掩埋，他让自己被用尽，成就了今天的奇迹。今天晚上就让我们用这首的诗歌来预备好我们自己参与今天晚上的讲座。生命的奇迹。
赞美的奇迹。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个的大合照。那在这里就鼓励以及邀请各位的线上的参与者，打开你们的视频摄像头，让我们的同工 Edwin 弟兄来为我们做这个拍照的工作。请大家可以的话就打开你的这个的video 视频摄像头。方便我们的 Edwin 弟兄来拍照，谢谢。好，大家预备。OK， 好的，谢谢大家的配合。好，今天晚上我们非常的荣幸，因为我们邀请到一位来自马圣第六任的院长。那我相信大家对这位的今天晚上的讲员是非常的熟悉的，他就是我们非常尊敬的林志峰博士。那请容许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林博士呢曾经在美国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念完了他的神学硕士，是主修新约的，并且他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也念完了他的哲学博士，同样是主修新约。他曾经编写和编著了7本中文书籍和2本的英文书籍。他曾经在英国 COCM 的圣经学院担任院长，并且他也曾经是马圣第4任的院长。那他在2015年到2022年也是马圣的研究学者，并且他在今年拿起重任，成为了马圣现任的第6任院长。那我就在这里话不多说，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员林日峰博士，为我们带来今天晚上的分享，有关这个的题目《中国的崛起与宣教契机》。有请林博士。好，大家好，听到我的声音吗？听到。今天晚上的这个课题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非常恰当，因为我总觉得上帝在这个时代里面兴起不同的民族，虽然我们本身不是民族主义哈，但上帝也在不同时代里面的确是有在不同时代里面使用不同的民族来成就他的恩惠，他的奇妙的作为哈，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待会啊，我再 share 一次好吗？待会啊，有点问题，你看那 picture 不见了。好，在我们等待林博士的同时，在这里要提醒今天晚上的所有的参与者，待会儿当林博士大概在9:30分享完毕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的Q&A 的环节，也就是问题解答的环节。所以弟兄姐妹们可以在聆听林博士的分享的过程里头来准备好你们的问题，可以先发给我或者发给在这个 Zoom 里头的任何一位的主持人，也就是 co-host， 又或者你们待会儿可以打开你们的麦来发问的。好，把时间交给林博士。好，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关乎中国的崛起需要契机。对我来说，这10几年研究丝绸之路，心中很多的感触就是了哈。要是我只是谈谈近代中国崛起的话，我总觉得对上帝不起哈，因为上帝老早我觉得很看重中国了，很早以前有可能吗？我们从哪里开始讲呢？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有谈到帝国的崛起哈，你还记得吗？但以理书2章那边讲到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看的那个金头，有没有那个梦，有没有？那么那就是所谓的帝国的崛起哈。而帝国的崛起是在乎上帝耶和华的旨意，要是上帝没有允许的话，尼布甲尼撒王也不可能成为那个金头的，还记得吗？他自己很骄傲嘛，之后上帝把他变成像鸟这样子哈，动物这样子在外面吃草了啊。所以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在你面前，形状像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是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这个腰是铜的，腿是铁的。那么脚是呢，半铁半泥的。你观看，就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就是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了。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基本上，这故事告诉我们呢。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呢，这个世界的帝国以后呢，没有帝国以后，陆续的发展到最后呢，完全是被粉碎了啊。而金头呢，代表巴比伦帝国啊，而这个银呢是波斯帝国，那个铜呢
是代表这个希腊帝国，然后这个铁呢是代表罗马帝国，所以有四个矿物质哈，之后就没了，之后就没了。而罗马帝国的这个兴衰，一直到东罗马在1453年才结束。那1453年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时代就是当这个东罗马帝国在伊斯坦堡，君士坦丁堡那边结束了政权，就结束了哈。我们来到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大家肯定要认识他的，他名字叫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是罗马帝国最出名的皇帝，也是使到这个罗马成为帝国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啊。在他统治下，里面整个罗马帝国非常出名，非常有钱。所以一个句话大家可能听过了吧，是吧，叫做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罗马的道路非常的好，建设的好，打仗防守防卫非常的美丽哈。在同样的时候，在同样在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的时代，我们知道基督教兴起了哈。那基督教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的。而这个见证呢，是从耶路撒冷起，是传到万邦的。这万邦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哈。所以这时候有个天国里面有一个救主降临，世上有一个君王降临，属灵的天国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君王降临哈。那么这时候呢，就耶稣基督诞生在其间了。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福音降临在世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弟兄姐妹们。肯定也听过我的讲座，也知道哈，也是丝绸轰动流行于罗马帝国的时代哈。这个时代，丝绸轰动罗马帝国时代，也是救主降生的时代，报告平安好消息的时代哈。刚好在奥古斯都的时代，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罗马帝国人对中国来的丝绸一点都不陌生哈。所以与丝绸有密切关系的丝绸之路呢？更是使福音更快的在公元一世纪开始进入中国的工具了。对我来说，上帝老早看到远方的东方的中国人了。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你看我的那个 YouTube， 我在一两年前有讲过那个东方的博士来探访圣婴的婴孩啊，圣婴的那东方博士，我的结论呢，基本上是从中国来的哈。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有一条，不单是有一条所谓的条条道路通罗马。那么同样时候呢，也有古代的丝绸之路的存在。这个我在新疆曾经去过这个库尔勒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四个半公里，只是四个半公里罢了哈，没有太长。就是以前延伸古代2000多年前呢，一直到现在没有中断的这个古道，叫丝绸古道，非常的震撼我的心哈。真的是每一步走上去的话，就好像在古代人们他们走过的古道一样，这样子哈。所以条条道路通罗马，在同样的时代2000年前，两条丝路通中国，这个非常感恩的。所以上帝已经预备的道路，不但在罗马帝国里面有很多好的道路，到远方很远的东方也有两条丝路，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弟兄姐妹们。这个路很长很长啊，7500公里啊，那个路从所谓的洛阳、西安、敦煌、喀什、萨马尔罕、巴特利亚、俄米夫，还有泰西峰、伊拉克附近，一直到最西部的总站。弟兄姐妹们，这总站是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你看过一个短短的视频吗？是我前在跑丝绸之路的时候拍下来的那个视频。要是你从来没有看过的话，今天晚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吧。我们试一下好吗？待会啊，再一次。
试看这个哈。
弟兄姐妹们好不好看啊？这个收支录的拍摄，我已经走了很多很远的路了，看了对不对 ？Yeah， 为什么要把这个分享出来呢？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觉得需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上帝老早预备一个后门呢、啊。什么后门呢？这后门在哪呢？就是安提亚。安提亚的教会不但是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向西方人老外传福音，上帝也预备个后门啊，从安提亚里面有个后门连接到中国西安洛阳那边去的啊。所以要是你去洛阳博物馆的话，可以看到这个许多的重要的这个图片啊。那么这边就是重要的安提亚，连接中国安提亚，从安提亚可以坐船到古罗马去的啊。所以安提亚本身是很重要的西部的总站，所以它的后门基本上就走向中国东方去了。你东方附近这个玉门关、阳关啊，这边阳关里面有一个博物馆，阳博物馆里面你看到这个图片吗？在中国的博物馆里面看左边去，你看到没有？这边也是一个安提亚，是所谓的西部的总站，看到没有？呀，要是看其他书本的话，这本是 Catherine Field 所写的本书，它也一样拉了把长安、西安连接跟安提亚了，你看到没有？拉在一起的，所以上帝信望安提亚教会成个宣教的教会是没有理，不是没有理由的，是有理由的，因为它本身真的全了西方宣教总站，也成为以后的东方宣教总站，所以上帝也爱中国人，我可以看得出来哈。但很多人不知道，以为福音传到中国很迟才到，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主的福音是他的门徒是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哈。所以早教会有这个普世宣教的视野吗？有吗？还是他们 是像我们这样子只向马来西亚传福音，附近传福音不到远方呢？不是呢，他们很快就到远方去了哈。而且他们借什么东西呢？借了当时候的罗马帝国所建设的美丽的路来去旅行的哈。你看这个二世纪的里昂法国的这位主教叫艾瑞纽，艾瑞纽怎么说呢？罗马人给了世界和平，我们无所畏惧的沿着大陆和海洋去往任何我们要想去的地方，所以罗马帝国的繁荣，罗马帝国的这个平安，治理的平安，给福音有很大的助力，让我们很顺畅的到各国去传福音，到很远地方去啊。苏里亚学派的这位艾比克泰德 Epictetus， 他也说，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战斗，也没有大缺岸，也没有海盗，但我们可以随时旅行，从东到西航行。你看到吗？这个当时罗马帝国的大国的崛起，帝国的崛起，帮助了早教会传福音的，你看到没有？所以保罗在第四纪里面，不单是以后他去了很远的西部，从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到罗马、西班牙，甚至有人说他到了英国去了哈。因为这是版图里面都是属于罗马帝国的，包括英国中南下一部，英国中南部都是属于罗马帝国的范围，它的殖民地来的，所以它可以去英国没有问题的啊。当时60年代，所以不单是去了西部教会呢，也去了北非，去了这个中非的东北非那一带地方。那么谁去呢？马可去了非洲，那另外有人去了罗马尼亚，更加去了乌克兰。谁去罗马尼亚，谁去了乌克兰那么远的地方呢？这个人名字叫安德烈。因为这次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的缘故呢，我才发现到原来乌克兰的首都 Kiev 那边站了一个很大的塑像，这塑像就是安德烈站在那边哈。他们这个传统跟以前所文献里面是一样的哈。不但如此，我们知道老普林怎么说呢？因为人们的贪婪使印度变成更靠近了，他是活在第一世纪中旬说这句话，因人们的贪婪使印度变得更靠近了。本来印度很远的，但因为他们赚很多的钱，对印度来说基本上不是太远了，可以很快过去了。所以公元457年，他们可以直接从阿拉伯南岛南部那边直航到印度的南部啊。所以那航海的时间转就更缩短了，更靠近了啊！听看这个罗马讽刺家卢西安怎么说一句话呢？他说：“如今若要从埃及乘船到印度，那是多么方便的事啊！
这二世纪说的，反映出所谓当时的第一世纪里面的轮船，这个船已经到印度的这个可能性是很就很多船来到印度东方了哈。所以因此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福音也传到帕提亚波斯，福音也传来到印度了。第一世纪啊，不用等到第二世纪了，这个我们有证据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讲得太长就是了哈。无论如何，我们来看一下于西布怎么说呢？于西比如说，他是教会历史家哈，他说使徒们将世界分开，他们利用罗马帝国的道路传播福音，在使徒的一生中，福音传播到西北部的高卢、法国和英国，非洲北部海岸的亚历山大和加泰基，北部的斯基泰就是所谓的乌克兰那个地方哈，还有和亚马尼亚，以及东方的波斯和印度，或当时大部分已知的世界。所以这个于西比乌的记载非常清楚，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使徒们已经把福音传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包括在东方的波斯，包括在东方的印度太平去了，还有当时大部分已知的世界，有没有可能也包括了当时的中国呢？那公元400年里面，这另外一个小阿诺比乌斯，他说他来自高卢的历史家，刚才他说上帝的话真的在几年以内就如此快的飞奔，他的道不能向东方的印度人隐藏，也不能向西方的英国人隐藏啊。所以非常远的北方，非常远的东方，都有福音传给他们了，我们感恩。那到底第一世纪的人们知不知道中国的存在呢？肯定知道啊，我有一个证据，这个是所谓的埃及的航海家船长所记载的，在公元50年代第一世纪，他说在东方极处是海走尽头之处，有一个很大的内陆城，名叫提纳这样子哈。什么叫做东方极处是海走尽头之处呢？你们看这个地图就明白了哈。这个地图看到吗？那南中国海看到没有？看到吗？这边海走尽头之处就有个提纳，中国在那边，他们不知道原来这边有日本啊，其他中国他不知道了哈，他以为那个尽头了哈。所以基本上呢，他们知道中国的存在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哈。所以对我来说，最迟吧，福音最迟了，第二世纪已经到中国去了哈。因为第二世纪里面我们有记载，阿富汗人已经信主了，巴克特里亚人就是阿富汗人已经信主了，他们的品德也改善了，那是在第二世纪末的时候有证据的哈。所以阿富汗离开中国不是很远，所以很快的中国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哈。我有什么证明呢？除了我们知道景教西安景教石碑那谈到公元635年阿罗本把福音传到中国去那个历史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片段呢，是很少人注意的，是公元300年的记录。他说，对于能被重视和数算的施工，就是在印度所完成的，在塞里斯人、波斯人、马代人中间，在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亚细亚、叙利亚和加拉太人，还所有西洋上升和下山岛屿跟省之中，最后在罗马本土，他们仍然赶紧放弃他们祖先的生活模式，并把自己归入在基督教的真理中。在这边他提到印度人信主了，波斯人信主了，马代人信主了，沙特人信主了，还有一个红色字的叫塞里斯人信主了。这塞里斯人是谁呢？头一次出现在公元300的文献里面哈。塞里斯就是中国人的意思，因为老外呢，他们讲中国人卖丝绸的丝呢叫做塞啊，卖塞的人啊，他不想讲不出来，这个丝字太难拼了，所以是 Ser 哈，所以卖丝的人叫 Seres， 翻译成中文叫 Seres， 就是塞里斯 ，OK， 所以我们非常确定，在公元300年就有人记载，东方的中国人信主了。但你注意到，当这个人写在公元300年写下中国人信主的时候呢，不代表说中国人在300年之后才能信主，他必须在之前已经信主了，你才能够写下来，对不对？所以意思说，在公元300年之前，塞里斯人中国人已经信主了，他才能够写下来说他们信主了，明白意思吗？那么很早的他们已经信主了哈。那么这方面有一些其他的文献或者文物呢，我这边就不说了哈。意思告诉说，中国很早就接受福音了，上帝很早也看到中国的存在，也给一个出路，让福音很快到印度，
很快到中国去这样子哈。好，来到这个罗马帝国这个所谓的这个崛起，然后又沉沦之后，来到了大国崛起的时代了哈。那么这边有看到说，你既见了像脚和脚的指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和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是半强半弱。所以就讲到一个铁跟泥掺杂在一起的时代哈，就是说延伸了以后，罗马帝国延伸以后的欧洲国家，美国、澳洲，你现在属于这个属于老外的国家，继续会有铁质的那个能力哈，掌管世界的哈。但他们有很多的泥掺杂在里面，不包括罗马帝国也在里面啊。然后就讲到说，起诉也讲到说，你们看见那个十角就是蛇王，他们还没有德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和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了那兽。所以当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呢，我们来到一个另外一个时代，叫大国崛起的时代，就是16世纪里面的海洋时代的开始。那时代就是所谓的葡萄牙、西班牙跟那个英国的这个国家，他们开始就上来了这样子哈，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殖民时代哈。所以第一个国家是葡萄牙，第二是西班牙，第三是荷兰，第四是英国，第五是法国，第六是德国，第七是日本，第八是苏俄，第九是美国。大国崛起，九个国家。我在想说，是不是可能少了一个国家呢？有没有可能第十是中国呢？这样子哈。所以因此呢，对我来说，中国的崛起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哈，是上帝这个时代里面也让中国崛起，来使到教会有更多机会传福音呢？我个人看法是真的是的，中国崛起是让中国的教会有更多传福音的机会。对我来说哈，你读的历史嘛，你知道在最近中国崛起之前，中国是早期很多很多百年里面都是算是贫穷的国家，它要崛起的中国可不容易的哈。你看这个两个图片吗？一个是从前，一个是现在吗？一个比较瘦，一个比较胖，这样子哈，对吗？那么所以在这个中国崛起之前，你看到中国印度的贫穷人口接人口的比例，你看看到没有？1990年到92年，中国2.8亿，印度2.11亿，到2014-2015年的话，是印度1.9亿，而中国已经1.3亿了。忽然间，你看到吗？那个贫穷的人口已经降下了啊！所以有人说，30几年的中国经济的快速的成长，中国已经有3亿人口脱离贫困了哈。所以从2001开始呢，就知道什么叫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世界工厂的这个品牌就流传天下了。每个人把工厂放在中国里面做制造去了。那2008年的奥运会里面，可以说是一个最高峰的一个崛起，让全世界另眼相看中国哈。他们的这个舞台上所表演的，可以反映出这个国家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样子哈。所以中国人所以说可以说是中国人所作所为，如今已经开始有影响力了，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样子啊。好，所以可以说是非常惊讶的，这样子说中国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史无前例的，只需要30几年时间，从个贫穷的国家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的国家，真的是很神奇啊！这个背后这个故事。那么来了所谓的移民潮，从农村到大城市，就是城市里面忽然间这个很多的建设起来，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啊。而中国的人民的百姓的人口，2011年中国城市居民首次超过了50%，是打破了几千年中国历史里面哈头一次城市人口多过农村的这样子哈。再看一下，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中国人有多少百万美金呢 ？Millionaire 哈。你看到这个2002年，那一直到2012年，那个人数从144,000增加到858,000，这是中国有百万美金啊，不是人民币啊，百万美金的人数是它的增长率有多快了。并且呢，在2016年，你看到1月6号的报道，全球超过一半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是来自中国的哈，这是2016年。可以说最多来自中国一个国家超过一半以上是来自中国，就10亿美元以上的啊。
那这是2016年的这个星期五一月份哈 January 1st、啊、看到没有这个是 China overtakes the US for the most billionaire in the world、啊、最多10亿美金的人口、啊、最多是中国而不是美国了，而人民币这人民币国际化的迈向新政成2015年12月1号凌晨国际货币的基金组织那么IMF 他们董事宣布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SDR 的货币的篮子，人民币呢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货币得到国际货币组织的认可了，他们不再一样了这样子哈。另外呢中国的崛起的缘故呢使到好多人开始注意中国的发展，包括这个英国的广播电台 BBC 做了一些节目，那节目的那个标题是很奇怪，叫什么呢，叫做中国人来了这样子哈。那到底中国人是去什么地方来了吗？他们是去了美国吗？中国人来了吗？不是，不是讲美国的故事。那其实这个事情没播之前，中国人好多都移民到美国去了，已经有很多了。甚至有一个笑话说，有美国人说，你知道吗？最近美国多了两个州，你知道吗？那老美说有吗？中国人这个美国呢有多两个州啊，都是一样多啊，没有多两个，有啊，多两个州啊，就是多了福州跟温州这样子哈，在美国，大家笑起来这样子了。那就是说这节目说中国人来了去欧洲吗？不是不是不是啊，欧洲老早这40年前他们大量开始移民到欧洲去了啊，非法的合法都去了这样子了，大量移民啊。那这个节目中国人来了是去哪呢？那么兴旺那么热忱去哪呢？去哪？去非洲跟南美洲这样子啊。他们说搞错，以前南美洲是非洲是属于美国这个统治的啊，这个老外的地盘现在被中国人取走了这样子啊。 The Chinese are coming, the Chinese are coming 这样子啊，但是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这样子啊。所以中国跟非洲的这个外交是非常紧密啊，中非合作啊已经达到高峰了这个论坛。所以中国在2015年之后呢就带了一个一带一路的政策，我本身在2008年09年已经开始研究丝绸之路了这样子啊。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才开始的一带一路的政策才开始啊。对我来说我比他所谓更早注意到这所谓的一个很重要的丝绸之路的发展啊。所以因此对我来说这个倒转的路线，以前从罗马帝国要找中国透了丝绸之路，现在倒转了，中国叫做一带一路从中国转去欧洲去的这样子啊，反方向去的这样子了啊。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历史本身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啊。而中国怎么样做一带一路呢？记得什么呢？以前做了骆驼啊走路，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做了高铁来了这样子啊，就很快了啊。为什么这个高铁呢可以穿过未来的丝绸之路，穿过有五万九千公里，贯穿28个国家，而且能够从中国到欧洲去的话，你要比起走海路还省一半的时间。从中国的江苏省连云港到荷兰的 Rotterdam， 要因这个丝绸之路的开头而节省一半的费用。走丝绸之路呢，这比走海路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这个节省约一个多月啊，多么好啊！你的集装箱啊，从这个东北亚的港口运到这个北欧，只需要35天左右，花费大概2-3千美金就可以了啊。但是但如果用铁运的话铁路的话需要15天时间，花费7-8千元，虽然费用还是高一点，但时间省了不少，特别是你要卖东西要卖得快的话呢这个高铁是可以取代啊，就超过一半的时间省了哈。就另外中国的高铁在印尼最近也之前做完之后也成功了啊，也通了，从这个耶加达通到万隆了，必须多么高兴啊，那么快才不用坐车几个小时，只是几十分钟就到了哈。所以中国的崛起引发了一些老外，他们觉得要多重视中国哈。包括这个老外 Jim Rogers 说，他怎么说呢？我的孩子呢，他说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学习中文。他老早就预测了，老早知道你会多个语言的话，那么以后做生意的话肯定会更多的好处。
那很多人不听啊，没有学，这时候可能后悔了哈。好，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是中国教会的崛起。弟兄姐妹们，当中国还没有经济崛起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教会已经开始崛起了哈。先是中国教会崛起，然后才是中国崛起哈。因为在当时候，我们知道中国教会已经是开始复兴了，在60年代、70年代已经这个温床开始了哈。所以启示录7:9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个片段很难成就啊。他说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什么国家的人信主我们可以算得出来，都算得出来哈，不管什么国家都算得出来。但自从中国人信主之后，我们开始算不到这样子了。为什么呢？因为太多太散了这样子哈，算不到这样子了哈。所以这经文对我来说是应验在中国人身上了，老实说哈，算不到已经是了。我们早期这200人当中，1807年有马礼顺来中国传福音，之后还有戴德森，他的子孙们包括戴少珍、戴季中院长哈，我们他的英国盼访我们哈，以后有宋尚杰等等的布道团在各地传福音，这基本上就都开始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在中国那边哈。我先出版一本书叫《18位中国传道人的感人的生命见证》，义无反顾哈，勇往前行。里面有个里面见证了一个其中一个人叫陈传道，他是中国的第5代传道人哈，他的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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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包括他自己本身是第5代的传道人哈，所以这些已经是在中国本土里面开始酝酿的这个福音的种子哈。那么以后西教士来中国带领很多人信主哈，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启迪。但在1940年之后，中国开始封闭了这样子哈，好像是严冬的样子。但感谢主，中国在1940年封闭，这不代表教会就消灭了。反而在那严冬之后开始爆发起来哈，从70到100万的信徒开始爆发起来，不可思议的，从农村大复兴开始哈。要是你问当地的，我曾经问过一些的传道人，他们如何在60年代、70年代开始在各处传福音，那种艰苦的日子哈，但看到上帝的同在，大复兴来到中国，他们说应该说70年代嘛，河南的农村大复兴啊，80年代安徽的农村大复兴。90年代呢，东北的大复兴也临到很多乡村哈。我在这本书里面很多见证，讲到上帝怎么使用这些人很奇特的经历哈，带领一村一村的人信主，一家一家的人信主，一村村的人信主，非常奇妙的见证哈。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中国还没有崛起的时候呢，教会已经开始崛起了哈。而中国崛起是预备为中国教会预备一个潜能的力量啊，带着他们去做宣教的以后哈。所以以后有移民潮，我们知道，刚才我说过了，这个中国的城市人口就超过了农村人口哈，80年开始出到从22%到2012年的51%，所以中国城市化了，中国的教会城市化了哈，不再像以前这样子哈。那么以前在中国要买一本圣经很困难，但是世界上最大的印刷的圣经工厂却在中国找得到，在南京。你看他们所印刷的，包括在2014年11月的，这世界上最大的圣经印刷厂刚印出了第1.25亿本圣经哈，不但是印有中文字的，也有少数民族的、各种族的、都的民族的语言的，都在里面都印了，而且传授到全世界各地去啊。你看到吗？他印刷多少本书啊？你看到吗？还印不但是有中文版本，10个不同中文版本的圣经。6570万本，还印刷了90种其他语言版本的圣经，5930万本哈，出口到70个不同的国家。对我来说，这是个神迹，这样子哈。从一个不能看圣经的国家，到个大量印刷圣经、大量出口的圣经的一个国家，你不是个神迹吗？这样子啊。那么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圣经，还有诗歌啊、盲人圣经啊，里面都是印的出来哈。所以有人说啊，每一分钟平均卖了66本圣经啊，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啊。然后人口方面呢，从之前的这个二十世纪的末期来到21世纪的时候，
到底中国人口有信主的多少呢？真的很难预测啊，因为我说过了很难算这样子啊。我们大概猜，我们预测猜啊，可能猜的不是很准，但大概吧。现在中国信徒可能是8000万到1亿2000万啊，那个可能性在这边哈、啊。但对我们来说可能不在乎啊，但是对教会增长的人来的学者来说，这个不可思议的。那比如说有人做了个调查。在2013年、啊、全球基督徒人数增长最快的20国家里面、啊、2013年是谁呢？他说、要是你从那个包括小孩诞生这样子 就信主这样子的话，尼泊尔呢排名第一、中国排名第二，就增长率最快的、啊、但是要是你只是谈、不要说从小婴孩就信主这样子，所谓哈，是在真正了解真理信主的话，他们再算过一次哈，啊，原来是中国应该排名第一，尼泊尔第二这样子的哈，那是2013年的计算法。所以另外在中国大学大专这种的大学的高等教育的普遍化当中，很多年轻人开始念大专念大学哈，所以整个教育水平也提升了，并且呢，中国大学生呢 25%到30% 呢对福音的心是敞开的。啊、这个是非常的奇妙，对我来说，我还记得我在好多年前，十多年前的时候，看到当时的同工从校园出来，刚从校园的那个草地回来、啊、告诉我们他多么 兴奋 啊，中国学生大学生那么对福音有兴趣，一起查经班、查考福音，那种兴奋我可以感染到，可以感觉到、啊、所以忽然间、遍地开花、啊、大学团契就是团契遍地开花，到处都有很多年轻人信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很感恩的事情哈，还很多年轻人的这个基督徒对福音事工有负担的使命，他们开始就什么去做奉献了，去做传福音的人哈。所以这个中国大陆这个信主人的人潮可以说一蜂窝的这样子哈，所以使到中国从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哈。再看看在2014年的网络微博的调查啊，那么他们查到说。在2014年4月3号、啊、中国微博上、啊、圣经中取得超过1700万的最新的结果， 而由中国的某某语录那个姓毛的什么语录、啊、却收到少到6万的提及，基督徒会众被提到是4180万次、啊、而某某党仅为530万次，系某某只收到400万的微博中提起，而耶稣却取得超过1800万被提起的记录、啊、在微博里面他们可以做一个统计，你看到那个趋势那个改变、啊、那么美国的这个佩尤研究中心在这个数据也指出，1949年中国大陆基督徒人数最多是100万、啊、2010年人数要是增加到比较保守的5800万的话，这样子的话这个人数已经是比巴西4000万人和南非3600万人还要多了、啊，然后2014年的报告里面发现说，这4年来的大量的增长呢，以后呢2025年基督徒人数将会成长到1亿6000万人、啊、或者是2030年达到2亿4700万、啊、所以另外一方面加上美国基督教的萎缩，人口的萎缩，信主人就开始冷淡了，不是教会或者是不否认主的、啊、这种的冷淡也称说不久之后呢，中国又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哈，他们这里预测了啊，有可能在2025到2030年中国基督徒人数将超过美国和巴西，成为全球基督教第一大国了啊，而不是美国了，是中国人最多信主人在那边了，所以我说这应验了就所说的没有能够数过来的人了的这个经文在启示录第三第九节哈。好，让我们看一下中国教会的宣教契机好吗？我们知道中国人已经不完全都住在中国大陆了这样子、啊、中国人是可以说鸟儿这样子到处飞到处移民这样子、啊、成为一个散居的移民，2000年前有一个散居的移民叫做犹太人到处散居的、啊、现在呢21世纪的散居移民是什么人呢？是华人，中国人的后裔到处散居的，连那些小岛都有人去这样子，包括飞机的飞机的隔壁的小岛啊，都有好几千人住在那边哈、啊，中国人住在那边，所以移民到欧洲、美国不用说了，刚才说过了哈，有大量的移民到北美，大学生也好，中学生也好，
到欧洲的大有人在这样子了哈。那么中国的留学生也是另外一蜂窝的这样子啊，去澳洲啊、纽西兰啊、北美啊、这个加拿大啦、欧洲啦、这个移民啊。那么全球的160个国家当中，有这个人口有很多的华侨哈、啊，说应该是有5000万的华侨啊，就在各处里面。这种移民式的增长也有信仰转变的增长，肯定哈、啊，两种加在一起的话，使到不但是中国的教育人口很多，也使到外面的华人的教会呢也开始增长起来了啊，包括比如说香港的这个大量移民到英国，最近呢也使到英国的华人教会忽然间爆炸性的啊，从200个人变成1200人这样子的，吓死的那种，在短短2-3年不到就是增2倍、3倍、4倍这样子的啊，是从来英国教会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了的啊。然后这本是我写的这个编写的21世纪中国教育的前景当中，里面有一个作者，他名叫梁嘉玲院长啊，在前任院长，他本身对中国的信主人数都不是很高的哈、啊，比较保守，他的数字也比较保守。但他说一句话，我觉得是应该我们注意的，说他怎么说呢？他结论的是怎么说？中国大陆的移民会塑造全球华人社区，中国大陆的文化和社会潮流会主导全球华人，中国大陆的教会亦将成为普世华人教的领头羊。他说哈，所以弟兄姐妹，对我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启迪吧哈，让我们知道中国教会的能量是很大的。所以十九世纪是英国人需要时代吗？21世纪是美国人需要时代吗？而是否有可能21世纪是中国人或者华人的宣教的时代呢？我放一个问号在后面哈，因为还在期待当中啊。真的有可能上帝使用某一些族群会多一点啊，那会多一点这个负担多一点去做完成主的事工啊。所以特别是2023年，我们知道经济衰退啊，你知道吗？英国的这个和北美的这个经济报道连连都失利啊，很惨啊，300年里面最惨的经济，英国人啊，这到地步说呢，他们有260万人会失业啊，这样子啊。所以英国将会减少海外的研究金，不再帮助穷人了，帮助少一点这样子哈，最多是一个最高这样子，不能太多了。以前帮很多，现在就减少了。意思说，美国的债务呢，又是碰到红线哈，破了3万亿美元，创历史的这个危机。有没有可能这种危机使到美国以后呢，对全世界的救灾工作或者是福音工作呢，有些打击呢？我相信肯定多多少少会有点打击的哈。你看美国人用钱哈，2019年58%用少过1000美元的储蓄，看到吗？然后2021年呢，1/5的人口呢说，承认他们去年的储蓄贡献是0美元，零啊，没有钱的啊。所以48%受访者储蓄不到5000美元哈。所以美国的这资源也开始滑落了，也是说了。所以然后看到这个美国人他们根本没有紧急基金了，要是一下子没有工作做的话，他不可能带出有意外的那种的费用，修车啊、医疗啊，没有钱了这样子啊。另外你看的 credit card， 他们信用卡，你相信啊，美国人平均有多少信用卡呢？请问你身上有多少信用卡啊？你要是你有2张的话，在马来西亚的话算很多了，但美国人平均信用卡呢多少张你知道吗？猜看多少张？3.84张哈，3.84张，意思说他们越用信用卡越多，欠债越多的意思哈。所以2022年呢，欠债的人平均是5220亿元哈，他们一个人欠债。所以要美国教会的基督徒呢，在这种期间里面要从一个赞助帮助这世界经济或者是救济工作的话，真的是不太可思议。相反，你看这个 BBC 所说的，中国的经济有可能在2028年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经济国呢，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他们另外在调哈，有可能会提早到2028年啊，成为全球第一最大经济的国家哈。对我来说，不管是他以后会多久多快成为第一也好，第二也好，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是我们看到从现在看到中国经济的飞驰，他的那个突破哈，他的拥有的财力的能力本身啊，成为那么大到可以跟美国媲美，这一点
如果我们知道说今天的华人教会，今天的中国教会，我们需要好好的看管 manage 管理我们的钱财，而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一个工具，来祝福多个国家，包括不但是钱财，食物米粮呢，中国储藏了全球 50% 的粮食，你知道吗？而美国只储藏最多 6% 吧的啊，而中国储藏全球 50% 的粮食。所以中国人中国教会以后呢，这方面呢可以成为全球的在有患难时代里面的供应啊。另外华人教会呢也会在这个特别这两年当中参与了很多的事工，突破的事工是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啊。那么以前中国教会比较属于多照顾自己的国家的需要啊，中国教会在这个疫情期间就开始突破了哈，不再是自己管自己就好了，别人不理了，不会了哈，他乃是也开始看到海外人的需要，也开始参与海外的施工哈。所以这个两年期间里面，很多华人教会、中国教会参与万国万民祷告的浪潮哈，到处都有祷告的聚会的声音，全球通这样子哈。那么华人教会、中国教会开始对把握时机宣教的课程呢，非常充满这个兴趣哈，热心，在中国每年就好几万人上这个宣教课程哈。那么全球的华人教会跟中国教会呢，也开始在新媒体的事工上的浪潮里面做了很多的贡献哈，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媒体上的这个讲座培训各种的教导哈。所以华人教会、中国教会也参与了亚洲宣教事工的浪潮哈，那么这是我在这几年当中也看到他们真实的开始参与了，不像以前这样子那么含蓄，而是更加主动的去问我可以帮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赞助什么这样子哈。而华人教会在英国，我们也开始做跨文化的宣教工作，也开始了哈。我这两年去了戴德森的家乡向老外传福音，我们去剑桥七节的家乡剑桥去剑桥向老外传福音去了哈。这是我们开始做了，东欧我们也做了不少哈，所以华人教会也参与募宣难民施工的浪潮哈，或者参与所谓的普世宣教的浪潮，现在也开始了哈。我们不再躲在这个墙壁里面，只关只照顾自己了哈。所以这个是我几个下面有一点点的分享哈，就是我这两年当中所帮助的25个国家里面，只用一些例子，因为太多例子了哈，讲不完哈。你看中国教会吗？西班牙华人教会吗？一起来赞助缅甸的施工，这是在 Peter 在缅甸的施工，很穷，在仰光附近都是很穷的国，很穷的这个区域哈。你看到吗？他们在去年2022年竟然带了500个人信主之后受洗的哈，信了加上受洗就500人了，看到没有？当然信主就不用说了，也是说了，就超过500人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哈。中国教会、法国教会、意大利教会。很多赞助印度，因为印度的疫情很严重，所以我就赞助印度的施工，帮助当地的牧者、传道人、弟兄姐妹们渡过难关了。你看东北部的施工哈，这个传道人他竟然常常喜欢去这个帮助人、祝福人哈，去个人布道，常常带每一天带人信主的哈。他一年当中一年多当中，竟然可以带一个人带了2000人信主哈。Rajiv 印度人哈。他在这边，他本来在疫情期间开始做传道人，已经培训好了做传道人，但是疫情来了，没办法，他把自己的钱捐出来送给穷人吃啊，捐到完为止哈，已经没有钱了，我就碰到我啊，我跟他说，你不要，你继续吧，我们赞助你哈。你看了教会从没有人变成100多人哈，最近刚刚过去圣诞节，600人参加的圣诞节哈，在印度东北部。印度北部也是一样，这位多马牧师他做的施工很强烈啊，特别是募捐的施工做了很多，特别他们当中开了很多的水井，因为水的缘故，很多牧民开始归向主。为什么呢？他们很感动，因为太多年他们去很远的路打水才能拿回来，现在一开水就有了，而且是打了水是很深的，几百尺深的水源，所以很干净，所以他们感动。所以凡是能够这个有这个有打水的地方就可以建一个教会了哈。所以这个人带了一个牧民信主的哈，也不容易的哈，他本来很反对的，以后他这个人却相反的，他信主了，现在他家里变成这个聚会所了哈，也是很奇妙的见证。老实说，有那这个人在5年当中开了11间农村教会，整个团队里面开办了300间的农村教会哈。另外中国的马德里西班牙也赞助了巴基斯坦，特别是有水灾，最近有饥荒了啊。
我们在两年之间里面赞助10000个家庭，贫穷的弟兄姐妹的家庭哈。现在有些难民也来到巴基斯坦，我们认识的同工们赞助他来去开拓一些难民学校，赞助他们的工作。那么东欧也是一样，中国帮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也是他们主要的这个团队、来自中国、最近我们一个同工、中国同工也去了这个保加利亚去探望吉普赛的同工、亲自探望他们、这种事情以前听都没听过这样子、远道来去探望他们、来帮助当地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传道人、那么这些传道人也不容易，因为已经两年以上的时间没有收入了，因为吉普赛人很难有工作做、所以经济也是很差的、那么乌克兰战争的时候，英国教会、欧洲教会、中国教会大力支持、特别中国教会支持很多、乌克兰事工、我在波兰的时候，其实这个教会里面都充满了难民、他们在分享了辛酸故事，也我时候就很感动。你看这个姐妹嘛，她拿到我们的礼物都在乌克兰、但是流着眼泪拿我们的礼物的、因为实在是 太辛苦了、这个家庭收到我们160个欧元，就早上逃离，下午他的房子被炸了，看到炸了的样子、是我们的救济迟几个小时的话，整个家人全被炸死了、那么中国巴塞罗那也赞助了中东其中一个国家，比较敏感不说什么国家、你看、他们的都在说有很多时候煎熬出来的、买米啊食物送给他们，他们从街道出来的时候就在街道里面信主了，出来之后呢，他们在这个地方一起聚会，回到自己国家去、那么另外呢，有中国马来西亚教会也赞助中东第二个国家、也是我们赞助的这个施工，特别是叙利亚难民比较多这个国家、我们的中国同工，我们的马来西亚同工也去了探望他们，正式的他们做的施工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好、可以说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美好的这个牧民施工的、中国也是中东第三个国家、这个国家是 很贫穷贬值没有饭吃、他们也、中国教会也赞助这个工作，知道他们的施工不容易，也求上帝带领、帮助他们能够经过这个难处的、那么、英国跟香港教会呢，在英国呢借了中国的资源，我们也去了英国传福音，我说过了去了戴德森的家乡，这戴德森楼上是戴德森出戴德森的地方、那么戴德森呢住在这边，他爸爸这边聚会的、我们70几个人华人向老外传福音、我们去了剑桥，在剑桥 街道上这个步道唱诗歌给他们听。那么中国、也和马来西亚教会 也赞助了很多、在马来西亚的难民，看这个难民十国家难民一起唱中秋节的月亮圆那首歌曲、唱中文歌，月亮圆月亮圆，难民唱月亮圆，在马来西亚 你想看吗？不可思议是吗？都是难民、所以都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呢？我总觉得这个时代是个很重要的培训时代。今天马上是40周年，今天我们在2023年7月12到15号，我们会办一个金星门徒大会，大会之后我们要培训弟兄姐妹们好好准备心来去收割这时代的庄稼。所以寻求培养真正具有灵性深度的门徒，准备好在当地教会工作市场和跨文化宣教中进行有效和有意识的门徒训练施工、所以请问你准备好了没有？求主引领华人教会前面的道路，因为宣教路我们一起走吧。谢谢。好，谢谢教会主席。非常谢谢林博士为我们带来那么精彩的分享。那如果我们说现在全球有230个国家的话，我相信、林博士去过至少18些，也就是23个国家也、不为过哈。我相信他至少都、去过这个的数字了，也透过他那么的、多的这个的经历，才可以为我们带来今天晚上那么丰富那么精彩的这个的分享，也透过他刚才的一些活生生的见证，为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鼓舞还有激励。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握时间来进行这一个的问答的环节。这个时候我就会允许大家能够unmute 你们自己，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发问问题。首先我这里有一个的问题，我就先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员林博士。这个问题是这样子说到的哈。
如果我的了解正确，目前中国政府也在 实施一些不利于基督徒或基督教的政策，身在马来西亚的我们可以如何实际的参与当地的福音工作呢？有请林博士回答。好，第一点我们知道哈，我们常对所谓的那种的磨练考验，我们总觉得觉得不安，对不对？这是一点哈。但上帝有上帝的心意嘛哈，中国教会在以往日子里面也经过很艰难的日子，老实说哈，他们也一样很艰难，但是没有想到艰难的当中里面也有突破的机会，所以这是可以算是所谓的第二回合，又来比较艰难的日子来了。我跟他们说，你们坚持到底，因为可能第二波的复兴又来了，这样子哈。那对我来说呢，这个时代什么时代呢？这时代是最好是培训时代啊。当你在很多东西不能做的时候，不代表什么不能做啊，是在所谓的在冬雪地里面呢，好像不能动这样子的感觉哈。但那边就是那个芽开始要萌芽的时候，就那边要好的栽培。那么今天呢，马来西亚华人教会，我们可以为中国教会代祷，为他们祷告，我们可以为中国教会里面来支援更多的培训的机会。我们感恩就是马来西亚的神学院，不管是北方的、中方的、南方的，好多的华人教会神学院都在这许多人来，都跟中国教会有接触，而且有贡献、有培训哈。他们也过来我们这边培训。我们感恩马圣能够有机会发这个签证邀请中国学院来这边念书，这是很难得的哈，所以双方面都有哈。我们的培训施工从来没有停过，这十几年来还没停过的啊，而且越培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是实体是吗？现在不能去就 Zoom， 反正 Zoom 之后我们的人数就爆炸性这样子了哈，从这个少数人变增加了一倍这么多，这样子旁听的不算在里面就更多了，受到我们的帮助祝福的同学就更多了。所以反而是这所谓的封闭期间里面，我们培训的人数是比以前多了一两倍这样子啊。所以我在看到这也是所谓的这个凡是上帝都有他的这个掌权就是了啊。所以不要太担心这个时候中国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自然有一个上帝有一个出路哈，让我们可以从这个艰难日子里面的还有出路赚出去这样子的啊。都可以感恩的事情。是，谢谢。正如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当一扇门被关起来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天父会为我们开启另一扇通往康庄大道的这一扇门。那我们相信刚才林博士的解答已经帮助了这个发问问题的这位弟兄或者姐妹。好，请问在场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什么想要发问的吗？如果有的话，就请你们这个时候可以打开你们的麦克风来询问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员。林博士，我有一个问题，是觉得很有兴趣的，就是你谈到那个乌克兰这个国家现在在战乱当中啊，是所以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战争的环境，实在不容易了。我想知道是说现阶段照你所知道的乌克兰这个国家里头的基督教到底占多少%？这个统计很难了，因为什么？因为最近在乌克兰内部信主的人很多啊。为什么？因为战争啊，大家心很慌啊。但奇怪就是我们海外的这个资源都大量就涌进，包括中国的、马来西亚的，我们的赞助都涌进英国的，都涌进乌克兰那边去了哈。所以里面的牧师告诉我们说，人的心很开啊，听福音传这个读传这个传单这个信主的，看领受了圣经的，他们都很多的能够接受，以前这种门很少这样子大开的哈。所以他们的告诉内部的消息说，里面很多人很愿意，很热心。而且是有很多人信主，那到底有多少人信主呢？到底多么这个多大的丰收？我不敢说哈，也不知道没有详情啊。而且乌克兰现在很多人就离开乌克兰了，他们到波兰、在匈牙利、在摩尔多瓦啊，戈壁那边就做难民的，特别是妇女孩子们都离开乌克兰那边去了啊。那么就离开乌克兰，意思说不在乌克兰境内了。乌克兰境内现在还有多少基督徒呢？更加难计算，老实说，因为都乱了这样子哈，
有些走了，这样子会死了，打仗这样子哈。那么希望吧，希望的这个战争结束了之后，他们再归回，我想就能够统计一下到底那个人数有多少哈。现在在太乱了，根本没有人知道里面有多少人信主不信主这样子的啊。但我觉得感恩就是什么呢？因为战争的缘故的时候，乌克兰人在境内的好多人对福音感兴趣，心打开，并且接受主啊，信主了，这是我可以确定的，是里面的消息。所以患难不代表福音被禁止了，患难使到福音更敞开了。我说，更多人听到福音，更多有机会传福音，好吗？按照你的统计了，大概现阶段中国有8000万到一亿多的基督徒了啊，这个是啊统计了。那么按照如果说8000万这个数据来看，它只不过是占中国大陆的总人口的6%而已。那么如果说要成为宣教大国，有可能嘛？要大规模的培训这些的宣教士。另外呢，要问的就是说，现阶段那些跑到国外，到处去或者国内国外了去做宣教工作的这些的中国人，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教会，还是大城市的教会？谢谢。刚才我说过了吧。中国人多少信主的这个数字是个谜，老实说啊，对我来说，我只能够预测，还是预测吧。但有多种我自己不敢说啊，因为人口太多了啊。我就举个例子你听啊，你明白我的难处哈、啊。我去那个重庆那个一个城市吧哈、啊，我问那个当地的同工，哎，你的派就是你的团队有多少个教会？就你的团队多少？就你的团队吧，不是别的团队哦啊。他说我现在不知道，算不了。这聚会的地方不是人头啊，聚会的教会、聚会的中心有多少个，他都算不了。一个城市哦，算不了啊。你可以想看其他城市更加难算吗？这样子吗？他说这个聚会处应该是有4000吧，这样子啊。Yeah, maybe, you know, that, 算不了，他说是传的，因为发展的太快了，这样子啊，他自己的团队算不了，这样子，不要说算别人的，这样子啊，这是一个情况例子，我可以感觉到不容易算了。我问过北京一个同工，你们的教会有10000间吗？这样子吗？超过10000间吗？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自己团队的他自己不知道，因为整个中国他团队的人太多了，他发展的教会也太多了，所以很难去计算哈，这是一点哈。那么至于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炫耀大国吗？你想看哈，戴德森哈，跟美国那些人哈，早期来中国传福音那批人，大概是20000吧了吧，30000，就供整个大国中国啊，2-3万吧了，我不是很多的，知道吗？就可以足够哇，把中国的东南西北什么东西就开始做些事情这样子啊，只是2-3万罢了。要是我们中国人不要说有8000万哇，8万对对吧，差不多8万，我们全球跑了已经是了。那么他们那时候只有2-3万罢了，他进中国的人啊，累计他们算起来哈，所以也不算是很多了。所以要是中国的8000万能够产生8万，比如说。也是一场蛮大的一个势力的，你懂意思吗？因为早期也只是不过2-3万罢了，带的是那班人，也不是人不是很多，是说，那也是已经足够，这个力量是足够轰动一个国家这样子哈，中国哈，或者东南亚一带地方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懂不懂？人数不是很多这样子哈，何况下面人更多，而且有没有媒体啊，各种的力量啊 ，you know。现在有 Zoom 那么方便啊，我们做的东西比以前200年前可以做的更多了，是以前没有可能的，我们都做得到了啊。那么所以我们的影响力比人数影响力肯定超越过以前的人啊。所以要上帝给我们中国教会有8万宣教士的话，8万哈、啊，不要多了，就8万就够了。我也是很厉害了，已经是了，也是一蜂窝了，加上8万。包括当地的基督徒合作了，
这八万宣教士加上本地教会、本地同工就是一起合作那种伙伴关系了啊，带动这个宣教事工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就加上整个80万这样子的，80万的辅助士兵，加上8万的前线军兵这样子，就轰炸过去的话，就全球就效果就很好像 nuclear bomb 这样子的 bomb， 就很庞大。现在中国教会他们很热心，因为很多人在上把握时机凯罗斯啊，所以很多人对华文化宣教很产生很多的兴趣，所以难怪这两年还好，因为本地兵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一直赞助了很多的这个经济资源哈，赞助很多国家。为什么呢？他们之前上过把握时机的，要是没有的话呢，哇，我告诉你就没有那种推动力就很难了啊。所以他们忽然间改变了这几年啊。这是我想上帝的手嘛，在中国教会动工，对我来说，那么他们去海外的，我这些人从哪里去呢？有很多不同的啦，有些农村区，有些城市区都有的啦。但是他们要学习，就是说你没有准备好的话，就去埃及，比如说啊，整个团队全部都失败回来这样子，有一两个甚至死在那边这样子啊。所以有些他的培训也很简单，学两年。就学英文，主要学英文的年轻人学英文学两年就跑去做宣教了，这样子也没有什么神学底子，这样子就跑去宣教，所以很多不齐全的装备就有一点被打退堂鼓的感觉哈，失败的感觉。但无论如何吧，我想这个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团队这样子的，你要需要被碰钉子啊，碰一笔指挥啊，你才会学的功课。别跟你讲，我跟那个团队说，你不可能这样子啊，两年那么简单培训送上去那么远地方做跨国宣教，不搞错啊，他不听啊，他还要做这样子啊。所以有些是需要经过些难处他们再学乖这样子，那没办法了，我说了不听了，那么那他们要学这种苦难功课也免不了啊。所以我想着中国教育是有潜能，还需要更多什么，更多的海外的教育多点配合，多一点的资源的配合，一起来同担这个使命啊，这样子的工作会做得更有效一点，这样比较好。我们海外华人，我们联络多，我们语言也多嘛，我们会避免是不需要的问题啊而产生，这样那个失败率会少一点，这样子。好，谢谢林博士的解答，也谢谢圣光传道的这一个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已经关闭了大家的麦克风，在这里呢，我就要发问最后一个的问题了。这里我收到一个问题，是这样子说到的：中国教会的崛起，中国人民移民到海外，已经间接缓和了在欧洲、美洲，甚至是亚洲国家里头教会没落的情景。请问林博士，你怎么看？我刚才说过了嘛，哈。以前我30年前去美国的时候，在费城的教会，主要的人口那个教会是台湾人哈。我走了好多年之后呢，我现在去的话，85%是中国人这样子哈，人也多这样子啊。英国的教会也是一样，很多香港人也这个在里面呢这样子，也有很多把教会变得很庞大哈。那么马来西亚教会也有，对不对？有很多中国人也来到马来做第二家这个家园，第二家园的马来西亚。新加坡你看，新加坡整80万多少万在新加坡也是一样，也很多的教会就蓬勃起来哈。你去澳洲、去纽西兰，都是中国人在那边聚会哈。在海外的，北美不用说了，加拿大不用说了，更多了啊，都是他们请讲中文的传道去那边牧会的哈。最近更多的教会兴起是南美洲，一个很冷门地方，南美洲跟非洲也开始蓬勃了一些华人教会的崛起哈。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善居，这个善居有帮助什么？有帮助宣教机构，我们以后到这些地方去的话就很方便了。像早期2000年前，各处都有犹太人，当犹太的使徒去各处去的话，包括安德烈，他要走去那么远的乌克兰去的话。一路上也没有犹太人帮助的话，他早就冻死了，没有饭吃了。就是因为一路上还是有犹太人在那边哈，所以他可以一直活下去哈。就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素。包括印度也是犹太人，那时候早期时代以后，所以这个时代也没有中国人到处飞到处跑的话，
肯定不但是能使到当地的教会更有复兴的现象，我觉得它可能帮助使到有这个宣教 的机构更容易合作，对我来说更加方便，做很多的事工很快啊，不像以前这样子很辛苦，这个地方找了一两个中国人要帮忙，语言也不通这样子啊，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哈。对我来说，这是中国崛起之后他们有这种能力，他们有公司有派员工去非洲啊、东欧啊什么地方，都派这个员工过去，人也移民过去，加上起来的话，就改变了整个华人教会在海外的那种的布局哈，被完全改变了哈，跟以前不一样了哈。所以两千年前的中国人不出门的，他们说船长说这个人里面人不出来这样子了，两千多中国人就完全的就到处飞这样子哈，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我想上帝掌权吧，这个时代里面可以用两千年前的犹太人，同样两千年后的华人中国人，他也可以使用哈，成为以后全世界里面的很多人群的祝福哈，成为一个平台。你跟我就在这个平台上，在马来西亚。是，谢谢林博士的解答。的确，中国的崛起给我们看到，透过今天林博士的分享，我们的确已经拥有了这一个宣教的契机。无论你身在何处，尤其是你只是身在马来西亚都好，你也必须要把握这个的机会，来到去为主做这一个宣教的工作。好，最后我要问一个的问题啦，这个是我自己本身要问的问题。听闻林博士有动听的歌声，可否为我们来哼两句呢？我的天哪！没有啦，我只是缓和一下我们这个超时的这个的情绪。当然，如果林博士你有预备好要为我们哼两句，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好，两句吧。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这是救主走过的路途。好了，两句了。谢谢林博士。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做这一个的结束祷告。我们有请来自大三角福音中心的庆元弟兄来为我们做祷告，谢谢。OK， 我们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能够接着林博士的分享，让我们看到，是的，你是掌王权的，你是居首位的，凡掌权的都是由你所命的。从巴比伦帝国、罗马帝国到今天的中国，都是由你所掌权的，由你所命的。主啊，你兴起中国，让中国能够成为你传你福音的中心力量。主啊，就继续的赐给我们有智慧，能够和中国的弟兄姊妹一起的配搭，利用他们的资源，利用他们的金钱，来一起的发展主你的国度。主啊，求你继续的带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把主的福音传遍天下，奉恩主耶稣宝贝圣名求，阿门。谢谢白弟兄。在我们离开今天晚上的讲座会之前，请容许我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些非常重要的报告。我们知道以圣已经为我们筹办了2023年上半年许许多多的线上讲座，这一些我希望你们已经收到了。如果你们还没有收到的话，可以直接的来联系以圣的同工，来向他们索取这一个的资料以及详情。那在这一个月份，一月份我们还有第二次的讲座，也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在2023年1月27号，也就是农历新年的期间，星期五晚上8点半，我们有这个的题目叫做基督徒如何看政治，讲员是来自马圣的陈约翰博士，当晚的主持人是甘兆奇传道。好，这个就是我今天晚上要做的报告。最后我再一次的
以刚才的那首诗歌《一粒麦子》的最后的阶段来送给大家，成为今天晚上聚会的一个的结束。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好，这个时候我就开启大家的麦克风，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麦克风来跟大家说晚安了。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出席，谢谢林博士，拜拜。谢谢林老师，拜拜。拜拜，再见。再见。